評判好，我number係3363，咁我嘅藝名係歌手陳安迪，咁我今日揀嘅係清唱歌三類型。咁我參加嘅原因係因為喺我最當打最年輕嘅時候，媽媽死咗之後咧，我要照顧有老人痴呆症同埋有白內障嘅爸爸。咁到爸爸走咗之後啦，走之前其實我所有嘅夢想啊，我嘅事業、我嘅愛情，全部我唔敢去追。直至到爸爸走咗之後，喺2016年尾，我有個機遇可以喺旺角西洋菜街嗰度唱歌。我仲好幸運喺其中一檔最受歡迎、最多人流嘅檔口裏邊唱歌。咁你有冇見到龍庭？我哋係同一檔嘅。哦，其實你唔係，我唔想講，我驚好似偷人哋光咁樣。但你咁講，我一定要問噶啦。多謝。咁咁當然啦，我哋因為男歌手咧就冇咁吃香，再加上小弟本身冇樣冇身材，亦都唔係靚仔，所以受咗好多白眼嘅。咁跟住殺咗街之後啦，咁我哋就去咗中環唱。咁直至到有社會運動啦，有疫情啦。冇得唱啦，咁我就轉戰去咗做直播。咁但係因為以前嘅經歷咧，令到我有抑鬱。咁我足足係停咗兩年。我最後嗰場直播係2021年嘅4月23號。我之後就冇唱我歌，直至到而家。所以我希望借助呢個咁大嘅平台，想證明一下自己仲可唔可以再唱。好啊，透過你嘅歌聲抒發你呢兩年嘅情懷。人生猶似是風飄水，誰會知是否去莫停流浪，在歲月匆匆裡化作多少潮水，愁思遺記於歌聲裡，誰聽著萬般往日情，記憶漸已現形，當記重沉在歌声里，心中带着情侣，心中结欲解凭谁，情缘任山水聚散不堪摧，悲伤蕴藏心里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，还带走情路，渐已远影当期，重沉在旋律里。好好听啊！希望你可以一路继续唱落去，系啦，唔好放弃自己嘅唱歌事业。同埋我期待你跟音乐唱啦，即系清唱我未唔够喉，系啊，唔够喉咯，亦都感受唔到你点样去投入嗰个音乐入边啦。几好听嘅，但系仲有少少问号喺里边吓，所以如果再有机会啦，听夹埋音乐唱啦，同埋留意个口擘翻大啲啦，系啊，咁啊再俾个声音再放多啲出嚟吓。Thank you。多謝。Thank you.